终于。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海莲啊！肥多多那边。我靠，那就要从那个，就是要捞那个钓具店那里了。对啊，你还知道怎么去？你还是啊，那边我就不会捞，那边我不熟。不然就这个水门钓钓看，这个水在这里钓，可以打打看。到处打。对啊，你的车子停左边。我们来第一个点是那个妈祖宫前面的小水门，就是这个水门。然后现在是退潮，所以要先丢看看有没有其他鱼。然后帅，好，来试试看吧。你用这个吗？还是要魔兽？魔兽都在那一箱里面，这里是只有这个而已。哦，可以刚好丢到柯红旁边嘞，一竿入魂。把线吃进去，就像屁股是内裤一样。啊，这个呢就慢，慢且慢。会不会掉到水中？吹，我们逆风，我们逆天。我们一直吹，不止逆风，我们逆天。叫什么？啊，尾巴哎、欸！刚刚是好的吧？刚刚是好的吧？太扯了吧！肚子闪亮亮，大肚鱼，让它气化麦啊！什么鬼？啊！搜寻一下这个水门的边边，看有没有东西。嗯，啊，是不是？我把那个饵打醒，然后它就会游的比较。神动，所以就会中鱼，你知道吗？秘诀就交给你们。小猫掉小喵，不是小喵。你拿魔兽出来啊！两只小黑。嗯，对对。
对面那个水笔仔，看着就想把它丢下去，像那个打鱼虎那样，有没有？终于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海莲啊！牛尾，哦，可以吃哎、欸！你看魔兽厉害吧？厉不厉害？落水咬，你看这球厉不厉害？咬这里，厉不厉害？可以，没有落水咬，还有拉一下了，好好笑、哦。吃前锅嘞，好扯哦！你应该丢他的反应咬口。尾巴漂亮嘞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特写特写哦，赚哦！这尾巴还蛮漂亮的、啊，我用手机帮你拍。嗯，落水呀！那个侧边照，赚好，咔嚓 ，OK。看起来魔兽是真的蛮厉害的。我就跟你说，你那个篮子到底要拿来干嘛？全是魔兽大人，都是。啊，你也没有这样那个垃圾桶、啊？那、啊、不好用啊，丢垃圾打一打先。这样你要，你想给我？你要装水啊？不用装水，很好清楚。鱼夹。装水干嘛？爽哎、欸，干！吹下去打。如果在出发的地方。地板的时候就。要踩那种有贝壳的地方，这样才不会不让你太快的沉下去。我们刚抛了一下都没有东西，所以来富贵险中求一下，看这里有没有货。要小心，这种磕碰都会连那个绳子，所以蛮危险。嗯，应该是够到石头。我有中鱼，它会勾到绳子。我靠，你把。哇、哦，要修啊！啊，这是破米啊！我的棘手！啊啊！没事没事，哎，炸水了、啊，哎。哎、欸，我看到小鱼群在飞耶、欸！又炸了一次，对不对？听到声音，再打一下那个位置。有一坨草阻碍我，插去哪了？插不去。那有一排，那把什么东西挡在那里？
我们先哦抱一下，哎，哦抱一下，抱一下，没中啊，有没有拍到？但是现在我还能不能有一次机会吗？我要收工了，因为就不太咬，我们从那掉到快干草底，然后就是这边前面都网子，然后绳子啊，或是他们丢弃的那种垃圾，对，然后不过幸好今天还是有看到鱼，因为这也算是我第一次的海水露野海水野场露营啊，然后挂了几只饵啊，两只。三只，挂大概四只了，四只算一算，差不多要500块，这一集的成本有点高。好，那喜欢的话，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之后应该会开始玩野场露营。好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Sky. I'm okay. I.